的那个美啊，应该是各自都有心中的憧憬或者是向往。很多人说晚期贝多芬是要有一点年纪才能拉哦，包括像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有几首，甚至有人说要50岁以后才有办法可以体验那个经历。对我来说，如果说中期的贝多芬像是从悲观走向乐观，我觉得晚期贝多芬比较是像人生泰然处之，一种超然的态度来面对。那次要演出的1、2期，我们已经排练好一段时间，每一次的排练大家都愁眉苦脸，好像总是可以在乐谱里面又发现出更难的很不一样的超然的思考模式。就像他自己讲说，这个是 music for the future， 我们已经在 future 了，好像还不够那个资格可以掌握这个音乐。但我觉得准备就是一个无止境的学习状态，所以我们很高兴可以这个 process 可以一起学习。在这个时候，贝多芬人生已经在最后一段了，然后他经历了一些很不顺遂的事情，例如说跟他的出版商不愉快的来往，然后侄子的事情、家里的纷争，还有自己的健康状态是一直很不好。可是你在 OP 一二七里面，你完全不会听到任何这样一点点的东西，他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快乐。看破红尘的概念，我觉得也可以想象贝多芬他那时候对于人生，他走过这一段有着不一样的想象，然后希望用他的音符传递给后世，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我对贝多芬音乐的那个美啊，应该是各自都有心中的憧憬或者是向往，在演奏或者是练习这个曲子的过程，会觉得实在是很难达成。那到时候的演奏家到底是怎么的？跟我们，我觉得他把他人生的一些顿悟嘛，都放在这个音乐里面，然后包括接下来每一个乐章里面，我觉得它都有好多内心的纠结，在不管是在和声、旋律、调性上面，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的改变，我们现在来试着尝试演绎这个贝多芬晚期，也许是一个 good timing。